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二十二页，二十二页。 我们从最后一行看起，观世音菩萨说是已矣。啊，我们从这一句经文看起，二十二页最后一行。那么这个一句经文呢，啊，观世音菩萨呢说是已矣，啊，就是说了上面啊。 的话以后，上面观世音菩萨给我们说了啊，这个宋词大悲心陀罗尼者，啊得如是等十五种善生也，啊劝一切天人呐、啊。 应场诵词，勿生懈怠。啊，就是要努力用功的啊，来这个诵词啊大悲咒啊，不要懈怠。 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因为我们不管修学什么法门啊，我们凡夫啊很容易会懈怠，啊，常常啊会间断，啊，会忘记，啊，所以必须啊，要精进。 那么特别啊，一个人自己修啊，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啊，很容易懈怠。因此啊，佛教在唐朝中叶就开始提倡共修。 啊，所谓啊，建立丛林制度，啊，那么正式的建立啊，在这个之前呢、啊，也有共修了，啊，但是没有正规大规模的一个制度，啊，到了唐朝啊，百丈立清规，马祖建丛林，啊，那是等于国家正式的啊办这个佛教大学。 那么古丛林啊提倡共修，主要它是一众靠众啊，大家互相依靠啊，就像我们现在呢举办这个佛七啊共修法会的活动，主要还是一众靠众。大家约的一个时间啊，在一起啊，比较不容易懈怠啊。如果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呀，啊，往往啊。 也就不能啊持续的啊来用功啊，如果自己一个人能提得起来啊，用功，那没有参加共修啊没有关系啊。像最近我们敬老和尚啊啊，最近这几天在大经科住。一直。 赞叹这个河南南阳来佛寺海贤老和尚1一百十二岁啊，一知十智自在往生啊。那么他也没有学过什么经教，也没有听过经啊，也没有办过什么法会、经忏佛事，什么都没有啊，出家。 九十年了，啊，他的师傅只教他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念了九十年，啊，除了念佛啊，就是做苦工，啊，吃的是苦，穿的是补，啊，持戒念佛，啊，真正是一个老实修行的人。他每一天啊，三点就起来拜佛了。 啊，每一天呢、啊，工作呢都做到很晚，啊 <coughs>，一天呢、啊、睡眠没有几个小时，啊，身体很好，啊，一百十二岁啊，往生前三天还上述去树去捡树，啊，这个也录影录下来，我们敬老和尚啊交代大家呢，哦，这个要多看啊，最少看三十遍啊，这个光碟啊。 大量啊，印来流通啊，因为楼上啊，也等于是给我们大家做一个很好的表法啊，等于总结《无量寿经》的一个证明啊，做正传啊，证明给我们看的啊，念佛的功德不可思议。 念佛往生极乐啊，是真实的事情啊。那么我们平常啊讲经听经啊，这是信解信解啊信解的方面。那么信解必须透过行证啊，才能得到经典上讲的功德利益。 啊，如果只有信解没有行证，还是得不到经上讲的功德利益。那么海贤老和尚啊，跟他的师弟海庆老法师两个人呐、啊，就是做出行政，修行正果。啊，念佛人呐、啊，往生净土就是正果。啊，给我们做一个证明。 证实啊，经典上讲的这桩事情，啊是真实不虚，啊非常可贵，啊修学任何法门呐、啊，那么都不能有懈怠啊，那么懈怠啊就修不成就，所以观音菩萨呢讲完这十五种善身呐、啊，我们希望啊得到这十五种善身，当然啊宋词大悲神咒啊。 就勿生懈怠，那么这句话呢非常重要。那么观世音菩萨呢，说是已矣啊，说完这个十种善身呐、啊，免十种饿死啊，讲过呢，这个宋持大悲心陀罗尼咒的功德利益啊，这个说完之后呢。 啊，下面呢就是要正式给我们说这个咒了啊，咒语。以众会前合掌正坐，移诸众生起大悲心，开颜含笑，即说如是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大陀罗尼神妙章句。 啊，观音菩萨呢讲了宋词大悲心陀罗尼咒之后啊，能够避免十五种恶事，可以得到十五种善身之后，那么在大众啊这个法会面前呢、啊，就合掌正住啊，那么合掌啊表恭敬啊，这个正住啊心就是。 正啊，安住在这个波罗上面啊，这个正住啊，就是《金刚经》讲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叫正住啊。《金刚经》讲啊，佛给我们讲“应如所教住”啊。那么这个一句呢，它含有波乐的意思在。 为什么说含有般若的意思呢？啊，般若呢，换成中文意思是智慧的意思。那么这个智慧呢，古大德没有换成中文啊，主要怕大家混淆了啊，因为我们中文的词汇呢，也有智慧这个词汇。 啊！但是我们一般呢、啊，世俗讲的智慧呢，就是世间的聪明才智，啊，这个人头脑很好，很有才华，啊，他的智商很高，啊，这个世间的聪明才智，啊，世间的聪明智慧，那么跟。 佛在大乘经讲的这个般若智慧，自性的般若智慧那个是不一样的。啊，这个世间的聪明才智呢，属于知识，啊，现在讲知识分子。佛在经上讲的般若，是属于自性的智慧。那么智慧从。 自信所生的波的智慧，知识是从阿兰也是所生的啊，那不一样啊。啊，那么阿兰也是妄心啊，真如自信啊，才是真心啊。这个欢经的法师大德啊，怕大家。 误会，啊，把世间的聪明智慧啊，误会为自性的般若智慧，啊，所以他没有翻成智慧，用般若。那么讲经啊，注解的时候再说明，啊，这样避免了、啊、误会。那么为什么？ 这一句含有般若的意思在，啊，大家呢常常念般若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那么观自在呢是自受用，啊，自己受用啊，就是般若，啊，照见五蕴皆空啊，自己啊度一切苦厄了。那么观世音是对。 利益众生方面了，啊啊，观察这个世世出世间一切众生，他的需要，他的痛苦，啊，来帮助他，啊，是对众生者，啊，所以自利以利他，啊，观世音呐、啊、是对众生，观自在啊对自己。 啊，所以这个于众会前合掌正坐，啊，这个心正了、啊，安住在般若智慧这个上面，啊，所以这个就是像《金刚经》讲的这个，啊，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啊，这个跟自性般若智慧就相应了。 啊，这个是我们，呃，特别啊提出来啊，给大家做一个解释啊。为什么呢？啊，因为下面这一句呢，遗诸众生起大悲心。这个大悲心呐、啊，是从哪里生的？啊，就是从自性波罗智慧里面生的。啊，那么。 有了般若智慧呢，升起的慈悲心呢、啊，才叫大悲心。啊，它这个大呢，不是大小对待的一个大，啊，它主要是圆满的意思，啊，无量无边的意思。啊，因为没有般若智慧，就不会有大悲心。 啊，所以这个大悲心呐、啊，菩萨才有。好，我们凡夫啊，二层都没有，没有大悲心。啊，大悲心呢、啊，明心见性啊，以上的这个菩萨才有大悲心。为什么呢？它跟自信啊相应。啊，自信是无量无边的。啊，这个跟大悲心它才相应。啊，所以。 大悲心，它是从般若智慧所生，啊，没有般若智慧就没有大悲心，啊，那么我们世间人呢、啊，好像也有慈悲啊，啊，那个叫爱缘慈啊，我们众生的慈悲啊，叫爱缘慈，啊，这个爱缘慈啊，就是说，他有分别执着的，啊，这个人呐、啊。 喜欢，我喜欢，我对他就慈悲啊。那个人不喜欢呐、啊，对他就不慈悲了啊。他有分别，有执着啊。对自己的儿女慈悲，对别人儿女他就不慈悲了啊。对自己儿女照顾，对别人儿女他就不照顾了啊。那么这个是属于世间的爱言词。啊，他是这个。 有分别执着的啊，那么这个明心见性的菩萨啊，叫无言大慈，同体大悲啊，这个是明心见性才有。 啊，还没有明心见性啊，也没有这个无言大慈、同体大悲。无言就是没有条件，啊，对任何众生都是平等慈悲的，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那么这样的心呐、啊，才叫大悲心啊，那就不叫大悲心了、啊。啊，所以这个大悲心呐、啊。 是生于般若智慧啊，那么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跟我们一般呐、啊、世间讲的这个慈悲心呐、啊，那是不一样啊啊，它是建立在啊般若智慧的基础上。开颜含笑啊，即说如是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大陀罗尼神妙长境啊，那么这个。 陀罗尼耶，啊，我把它念一遍啊。那么这个注音呐不一定是很标准啊，大家看看啊。平常我们念的可能跟这个也有出入不过这个没有关系啊。那么何那达怒，多那耶耶，那么欧利耶婆卢羯帝烁婆那耶菩提萨多婆耶摩诃萨多婆耶摩诃迦卢尼迦耶。 唵萨婆那华译速丹卢达夏，那么西吉利多伊蒙欧利耶，婆卢吉帝尸佛那人陀婆，那么卢那紧持西利摩诃波多萨弥沙婆阿陀斗思婆阿世印，萨婆萨多，南无菩萨多,多，南无婆伽摩哈特多弹吉他 阿婆卢醯，卢迦帝，迦罗帝，夷醯帝，摩诃菩提萨埵萨婆萨婆，摩那摩那，摩悉摩悉帝陀印，俱卢俱卢，羯蒙度卢度卢，法舍耶帝，摩诃法舍耶帝，陀那陀那，舍利尼实佛那也，遮那遮那，摩么化摩那，目的地夷醯夷醯，实卢实卢，阿那僧佛那舍利，化沙翻身佛那舍也。 呼噜呼噜摩那，呼噜呼噜悉利，娑那娑那悉利悉利，输入输入菩提叶菩提叶，菩陀叶菩陀叶，弥帝利叶，奴那紧持舍利舍尼奴婆夜摩奴，娑婆诃，悉陀夜，娑婆诃，摩诃悉陀夜，娑婆诃，悉陀译译斯婆那夜，娑婆诃，奴那紧持，娑婆诃，摩那奴那，娑婆诃，悉那僧阿穆茄也，娑婆诃。 娑婆摩诃阿悉陀夜，娑婆诃；遮迦那阿悉陀夜，娑婆诃；波摩陀摩羯悉陀夜，娑婆诃；如呐谨墀，低芬羯呐夜，娑婆诃；摩婆利胜羯呐夜，娑婆诃；那摩诃那达那多那耶夜，那摩阿利耶婆卢吉帝，娑婆那夜，娑婆诃；唵悉殿都曼多拉跋陀耶，娑婆诃。 啊，这个一共有八十二句的咒语啊。那么这个咒语啊，这个注音呐、啊、也好几种啊。这个咒语要念的比较正确啊，这个要去请教这个密宗的上师啊，他们专门持咒的啊，会比较标准。 啊，一般呢，像藏藏密啊，他们练的哈会比较，哦，标准点。金刚上师传传授，啊，会比较标准。但是这个咒啊，从佛陀时代一直传到现代呢，啊，当然传了这么久啊，多多少少也会有一些出入，啊，这个我们可以理解的。 那么念咒语啊，能够念的标准是最好，啊，所谓啊三密相应，啊，你这个咒语发音标准啊，那么与密相应啊，身与意三密三密啊，与密相应，那么身结印，啊，意观想，那么这个大悲咒啊，啊，每个人念不一样。 啊，而且台语有台语的念法，广东话广东话的念法，啊，那个音调也不一样。啊，那么要念到啊，跟佛念的一样标准，那恐怕恐怕是啊，这个很难办到。 啊，这个如果有金刚上师传授啊，会比较接近，会比较标准。那么虽然呢、啊，我们念的发音呢、啊，并不见得标准啊，但是呢，过去黄念祖老居士讲啊，这个三密啊，如果有一密相应啊，三密也都可以相应了、啊。啊，现在呢，这个生命啊。 这个结印呐、啊，要有金刚上师传承，我们也没有学密，没有金刚上师教我们。那语密呢，这个咒语的发音呐、啊，未必标准，这个我们也很难取得相应。啊，那么现在呢，意密啊，是可以的啊，意密就是自成心、恭敬心，啊，你有诚心诚意的念，念到心清净了。 它意相应，意相应啊，身体它也就相应了，啊，所以黄念祖老居士讲啊，有一命相应啊，其他两方面两个命啊也会相相关的，它会相应。啊，过去我听人家讲一个故事啊，一个公案啊，所以过去有个老太太啊，她也不认识字，啊，那个观音菩萨的心咒“嗡嘛呢叭咪哄。 那么现在我们念这个咒语、啊，那个嗡啊，过去我们都念安，啊，都念安，因为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念，因为那个查字典呢、啊，你也不好不能查啊，因为那个咒语啊，有很多不是我们世间的音声，啊，有很多是天人呐、啊，六道的语言都有，啊，那些我们人间你怎么去找？你找不到，啊，所以大家都念安。 那我在跟人家念了、啊，我也不懂啊。那老菩萨念安，我们就反正少数服从多数嘛。他们都念安，我们一个人也跟着念安了啊,啊。后来老上讲经，跟我讲说，张家大师，张家大师是密宗的大德啊。他嗡嘛呢叭咪吽啊，他讲经常常讲啊，那我们就把它调过来啊。以前有个老太太呢，她也。 没有人教他，他也不会。那都看那个，大概都有用猜的。他念安玛尼巴咪牛啊，那个口在个牛啊，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啊，就安玛尼巴咪牛啊。嚯，他念的心很清净，念很久，心很定啊。练到啊，他用两个盘子啊，这个盘子有放豆，那么练到这这个盘子的豆呢，会跳过来这个盘子，这样跳过来，跳过来啊。 那么有一天呢、啊，有一个人他知道从他们经过，听到这个老太太这个念，哎、欸，这念错了，那个不念牛啊，那个念哄啊，所以就跟他讲，说你那个念安嘛呢巴咪牛那个不对說，说嗡嘛呢巴咪哄啊，啊，那老太太说好,好那就改过来了，啊，改过来，因为改了不习惯啊，不习惯呢，第二天又调整了，改过来，那个豆就不跳了。 因为他他练不习惯，那心就心就怪怪的乱了啊啊,啊后来那个人说：“那你还看到你怎么今天练的，动没有跳呢？”他说：“因为现在练的，我一直想，哎，我又练错了。但是练以前那个很习惯那练错了，所以我这个心呢、啊、就没有以前那么专了啊。因为因为就就想到这个练错的啊。” 那那个人说啊，那你还是练安曼尼巴米宁好了哈、哦。他又回回练安玛巴明尼巴米宁，哦，他又开始跳了啊。那么这个说明啊，他这个意啊，砖啊，他也会有改变啊。这个叫意密啊相应啊，有一密相应也可以啊。那当然最标准是三密都相应啊，最标准三密相应。 那么，观世音菩萨说此咒语啊，大地六种震动啊，这个啊，这里讲六变震动。那有的经典讲六种震动啊，那个意思是一样啊，意思一样啊。这个六种啊，六变啊，是动容、震极、火爆。 啊，六种。那么这个震动呢，我们不能误会啊，以为说是大地震了、啊，啊，以为说哦，观音菩萨说这个咒，我们整个大地呀、啊，这是大地震了、啊，那不就带来灾难了吗？啊，那不要说这个咒还好，一说这个咒变成大地震，啊，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千万啊不能误会啊，这个震动啊。 它是一种内向，而且它这个整动啊，你没有天眼通的人你看不到。那么我们没有天眼通的人呐、啊，这个、六种整动了、啊，我们会感到很安详、很舒服，好像那个婴儿啊，在那个摇篮呐、啊，啊，人家让摇啊摇啊，他、啊、没有什么感觉，他觉得很舒服啊，但是那个摇篮是在动。 啊，但是呢，他没有什么感觉啊，他觉得非常舒服，啊，就像那个意识一样。所以有时候啊，我们做法会啊，也会有六种震动但是我们没看到啊，啊，有很多同修有很多感觉，但是可能我业障比较重啊，比较迟钝啊，感觉比较慢。 啊，但是有时候我们法会坐下来，会感觉说身心很感觉很清安、很舒服，啊啊，感觉磁场很好，那个就是六种震动这个意思。那么，如果你清净心比较深，功夫比较深了、啊，你的灵灵感度就更灵敏。 心越清净啊，你的感应啊就越灵敏。那么业障重啊，他就没感觉。啊，业障比较轻的感觉就比较明显，啊，感觉比较明显。那么这些瑞相啊，啊，天意宝花缤纷而下啊，天意宝花，啊，这个天呐、啊。 好像那个花呢，像下雨一样这样下来，啊，这个意、啊“雨”啊是一个动词，啊，缤纷啊，就形容啊非常的美丽，啊，这样落下来。那么这个也是有神通的人才看得到，我们一般凡夫也看不到，啊，但是看不到呢，总是会有一些内象啊。 我们不能明显看到，但是我们会感触到，啊，或者在我们的肉眼范围之内呢，我们会看到比较特殊的啊一些现象，啊，像我们现在做法会啦，每到一个地方啊，都有一些同修啊，他特别去拍天空，啊，天空啊有很多云彩，阳光。 各方面的一些比较特殊的景象，啊，都拍下来，啊，有的甚至拍的，那个云云彩啊，也像佛像一样，啊，天空上的云。那么，如果同修拍这个呢，我就用《地藏经》来跟他们解释了。我说，《地藏经》有讲啊，哦，这个佛啊，还没有讲经啊，先向这个。 大光明云，大吉祥光明云，大功德光明云，大福德光明云，大赞叹光明云，大三昧光明云。我说那个都是那些光明云，啊，所以他们拍下来啊，佛经也能找到依据，啊，所以有一些啊，他那个云彩的确是一个瑞相，啊，所以我们可以拿地藏经啊。 我们没神通啊，不知道、啊，就拿《地藏经》来对照一下，看那一朵是哪一种光明影啊？啊，这样有经典的依据啊，啊，人家也才不会说我们自己在乱讲啊,啊，这样自己在用猜的啊，因为有佛经啊作为一个佐证，啊，这样啊也比较好。那么十方诸佛悉皆欢喜啊。 佛为什么欢喜？啊，因为菩萨度众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这是一切诸佛共同的愿望。啊，那么现在观音菩萨呢，他能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当然啊，也满十方诸佛的本愿，啊，跟十方诸佛啊。 这个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个本愿呐、啊、都相应啊，自然呐、啊、十方诸佛悉皆欢喜了，没有一尊佛不欢喜啊。天魔外道恐怖毛术。啊，天魔外道呢他就很恐怖了啊，他的毛都竖起来了。 啊，为什么观音菩萨说这个咒啊？十方诸佛悉皆欢喜。那天魔外道，他就恐怖毛术呢？怎么那个感觉不一样呢？反应不一样呢？啊，因为天魔外道呢，还没觉悟嘛，啊，他还没有觉悟，啊，没有觉悟啊，他感觉呢，很恐怖。 啊，那么这个观音菩萨讲了说了这个咒之后啊，啊，那个天魔外道啦、啊，那个恐怖毛术啊，我们也没看到，啊，啊，十方诸佛悉皆欢喜，我们也没看到，啊，啊，但是这两句啊，我们可以用在我们人间可以看到的、可以体会到、可以感受到的。 啊，比如说我们讲经说法，啊，你说正法，那么这个真正要学佛修行的人呢，他听得会欢喜接受，他很乐意啊，他听得进去，啊，讲这个正法，正确的。 啊，像我们敬老和尚啊，一生讲经说法，他都讲真话。那讲真话呢，真修行的人他听得进去；真想要修的人呐、啊，他就能接受。那不是真正要修行的人呐、啊，他就听不进去，他听了他就生烦恼，啊，甚至排斥。啊，现在呢，诽谤攻击的人一大堆，那个就是。 恐怖毛述嘛？啊，为什么会恐怖呢？因为他迷惑颠倒嘛。啊，你影响他的利益嘛，他就恐怖了。啊，比如说我们老上过去讲，经常讲。啊，他说：“和尚不作怪，居士不来拜。” 啊一般的试验啊，一些出家的法师啊，有人听了他就很不以为然了啊，那不以为然他还好，不以为然就是那种我听不进去啊，你讲你的，好那我做我的啊。那有的人反弹就比较厉害了啊，他就起来攻击了。啊，为什么攻击呢？因为挡到他的财路嘛。 哦，都大家都听你讲经了，那我寺院信徒大家都不来了，那我就没收入了，啊，我这个供养就减少了，就没有了，所以很多寺院的法师就起来攻击他，啊，而且把这句话呢，他的原意呢，把它扭曲掉了。 那么老上讲经，他是根据经典上讲的，啊，那么真正要修行的人呢、啊，就必须要听佛讲的，啊，啊，真的要修行，听了会很欢喜，啊，以我个人来讲啊，就是师傅骂我的话，我也听了，也很我我也很乐意听他骂啊，因为我知道这是对我好嘛，这讲真话嘛，啊，所以有一年呢、啊，老上。 在新加坡讲经，一九九七年就韩馆长往生那一年下半年啊，韩馆长是三月五号昨天跟他做这个纪念的、啊、纪念啊，然后他在讲《大方广佛华严经》啊，就说我要跟馆长的儿子争道场啊，准备一批人呐、啊、跟他争啊。后来那个日升的老板啊，蔡老板，他是乌拉法师啊。 这个老上在骂你啊，那一段呢要不要剪掉？啊，我说你拿来给我听看看啊、哦。那老上讲，我要跟人家争。我说这件不要剪，啊，我说你在个别啊，帮我做一千剪录音带流通，啊，个别流通啊，怕人家呢听大部听不到啊，那一片呢、啊、他不想听得清楚，个别流通啊。那么我就外面再写一写了啊，说老上啊是为了地址好啊。 不要跟人家争啊！不要落名闻利养啊！这个这个修行啊，就有障碍啊！它他是好话，不是坏话啊！不要把它称之为坏话啊！所以我听了，觉得我很能接受啊，因为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 啊，我是没有那个心跟人家争，啊，但是师长总是担心自己的弟子啊，有这个念头，有这个行为，那么我们要提醒自己，啊，实际上啊，我也不会跟他争什么，啊，要争啊，当然我比较优势嘛，实际上啊。 我早就给老上表明了、啊，啊，我们出家修行了、啊，那师傅、呃、平常在讲经劝我们，我也在学讲经，也在劝大家我，我怎么可能再去跟他争这个啊？啊，那么这个我就特别流通啦、啊，啊，我也不会排斥，也不会不接受啊，所以那个蔡老板啊，说问我要不要剪掉，我、啊、说你不要剪啊，不但不要剪了、啊，再。 做一千千流通啊，那么如果不能接受呢，他就会排斥了啊。所以现在很多寺庙的法师啊，这个他听了他，听了他很反弹啊。所以早年我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啊，我听我们楼上啊。 他早年呐、啊，在好像在嘉义啊梅山禅林寺，好像讲过一次禅林宝训啊，是禅宗的。那个禅林宝训呢，讲的等等于是借力的啊，那讲的啊，都是古来祖师大德啊，这个。 教导啊，劝勉这些参禅人的一些开示啊，还有一些历史的教训。那有一些法师听了，他就不舒服了，啊，就给我们牢上啊发出警告。他说：“你如果再讲禅林宝训啊，要给你修理啊，要修理啊。”那为什么他们要修理呢？因为听了冲到他的利益。 挡到人家财路嘛？啊，不是真正修行的人，他的反应必然是这样。啊，真正修行的人，他听了欢喜啊、哦！这个正好是针对我的毛病啊！啊，会很乐意的来接受。啊，那么这个跟十方诸佛就相应了，啊，诸佛就欢喜。啊，那么如果不能。 接受活菩萨的劝导，啊，听了反而排斥，啊，不接受，啊，就像天魔外道那样恐怖魔术哦。你一讲到这个，哎呀，这个很恐怖啊，这个怎么可以听你的啊？所以有很多试验呢，不准放我们楼上的录音带啊，不准他们试验的徒众去听啊，啊，在大陆、在台湾、在海外都有。 啊，为什么呢？那他听了這，他这到时候这些信徒不来了，那这供养就没有了。这个这个信徒被拉跑了啊，啊，他就很恐怖了啊，就真的是恐怖毛术了啊。啊，那么我的原则啊，啊，听经啊，我们。 我的原则，这个信徒护法啊，我们是秉持一个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啊啊，我们老上海是这种态度啊。你喜欢来啊，你能接受，我们非常欢迎啊。你不能接受啊，那我们也不勉强啊，勉强啊就生烦恼啊，你。 不喜欢啊，不愿意来啊，那你可以找你喜欢的道场啊，因为各有因缘嘛，啊，这个也不能勉强啊。但是呢，你愿意来，我们随时都欢迎啊。你去其他的道场再来，我们也欢迎我们都没有给人家任何的限制哦。你来我这里就不可以去那一间，不可以去那一间，那我去那一间回来就要被修理。 啊，我们不要给人家这种限制啊、呃！啊，我们只是根据老上讲经教学的一个劝导啊，就是说你真正要修学啊，一门深入心，常识清修啊，听一家之言，你不要听的太多了，听的太多呢，你头脑很复杂。这个法师这么讲也对，那个法师那么讲也对啊，听一个一条路，听两个这个。 两条路啊，听三个三叉路，听四个十字路，听七八个的乱七八糟的八九条路，到最后你就不晓得该该听哪一个，那你修学这一生就浪费时间了，啊，是这样的一个建议，啊，也只能说建议，也不能硬性规定，啊，因为我们对一般的居士啊，也没有那个责任跟义务，啊。 啊，你看李老师给我们老上约法三章，啊，约法三章，啊，他去拜他为师，啊，要跟他学经教。啊，他提出三个条件，啊，第一个条件呢，你以前学的呢，全部先放下，啊，我都一概不承认，不管你听谁的，跟谁学的，啊，都放下。 啊，从今天呢、啊、开始啊，跟我学啊。第二个呢，任何的法师大的讲经都不准听啊，只能听李老师一个人的啊。第三个条件呢，他要看什么书啊，看什么经都要先向老师报告，老师允许他才能看，不允许就不能看。开出这三个条件，那这三个条件呢？ 他乍想起来，哦，这个老师好像蛮蛮自负的啊，好像天下只有他一个人行，别人都不行啊。啊，后来呢，又是仰慕他的德学啊，就答应下来。那、啊、当下来呢，这个条三个条件呢、啊，李老师讲啊，他说这三个条件是有期限的，五年，他说遵守五年。 啊，五年以后就没有这个限制了。那么他遵守了半年了、啊，哎，觉得心比以前清净多了，啊，比较没那么复杂了，啊，因为以前听了这里听那里听，这里看那里看，看了很多，啊，这个杂乱无章啊。但是遵守半年，哎，这个真的、哦、心比较清净了、啊，啊，智慧啊也比以前提升了。 啊，才知道这个好处、啊。后来遵守五年之后啊，他自己在李老师的要求只有五年，后面呢、啊、他自己主动加五年，就遵守十年。啊，遵守十年。那么现在呢，我们老上对我们这些弟子啊，他没有像李老师那样要求我们，那因为他不敢要求。 呃，怕要求啊，人家跑掉了。他只有在讲习当中啊，劝，他是用劝的，说明的，说出他自己修学的一个经过，啊，得到的这些好处，啊，跟我们分享，啊，他用劝的。那么从以前呢、啊，我听他讲经四十五年了、啊。 好像他讲了四十几年了，每每一年几乎都有讲过。那么不厌其烦的一直讲，当然这个表示他非常重要啊。所以啊，我们在图书馆啊，我自己个人。 这个条件呐、啊，我那天给卢卢宇为居士讲啊，我说我也遵守四十五年了，哦，不是十年了，四十五年了啊！啊，就听一家之言啊，都从十九岁听道上讲经啊，到今年四十五年了啊。 十九岁那一年，在台北市龙江街莲柳念佛团，那个念佛团现在还在啊。以前看的蛮大的，现在去看怎么变那么小？啊，是以前大陆来的一个军官啊，退休啊，退休之后啊，他们有几个学佛的盖起来的莲柳念佛团啊。那,那么有一个李继华老居士在那边也是一直十次在那个念佛堂啊。我第一次听经就在那个念佛堂。 那么一直听到今年六十四岁了啊，已经四十五年的时间了。我没有听，在这个四十五年当中没有听其他法师大德讲经。啊，在我还没有开悟之前呐、啊，我还是遵守这个原则啊，先听一家之言，啊，听一家。因为呢，我们还没有开悟啊，没有功夫。 听其他的，如果听听听听，也那个讲的也很有道理，可能又把我们修学的这个体系啊又搞乱了，啊，等到呢开悟之后啊再来，我自己定的标准是这样啊。那以前李老师给我们老上定的，他是没有说定开悟，他定一个时间，你遵守这一段时间就好啊。啊，这个。 道上他劝大家呢，就是由大家自己，你愿意接受，那么你自己自动去遵守啊。如果你不愿意接受，他也不会勉强啊。所以过去李老师教学啊，他就是这个啊，能接受的学生呢，他就要要负起责任去教了。 不能接受的学生呢，他就旁听，他学多少算多少啊，也就不勉强啊，因为一勉强啊，就生烦恼啊。那么这个大悲咒啊，这个天魔外道恐怖毛术啊，这个是很自然的一个现象啊。 那么天魔外道啊，能够听到咒啊，虽然还不能接受，还不能理解，但是也是帮他种善根，啊，帮他种善根，啊，将来啊，善根成熟了，他也会改变，啊，因为天魔外道啊，也有佛性，啊，也有佛性，啊，他一时迷惑嘛。 迷惑的时候呢，他就不能接受，啊，才会有这种反应啊，这种现象。那么菩萨说这个咒啊，啊，要度众生成佛道的，啊，度众生离苦得乐的。那么天魔外道啊，跟自信不相应。 啊，跟这个自信是背道而驰啊！当然，他这种反应是很正常的。那么，能够接受的呢？下面讲的，那就得到很殊胜的利益啦！啊，一切众会皆获果证，获得须陀梵果，获得斯陀含果，获得阿那含果，获得阿罗汉果者。 获得一地、二地、三地、四地、五地，乃至十地则无量众生发菩提心。啊，那么这个观世音菩萨说了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之后啊，参加议会的大众。 啊，这个天魔外道呢，听的是恐怖毛术啊。那么一切众会啊，众会就是在大众参加法会，有很多人呐、啊，皆获果证，啊，就是正果了。这个功德利益才殊胜啊。啊，这个开悟啊。 有觉悟，有证悟，啊，那么觉悟啊，还没有正果啊，还没有正悟，啊，这个还是不能了生死、出三界，啊，必须要正悟，啊，这个果正啊，就是正悟，它不是觉悟，啊，如果只有觉悟呢，还没有正果，还没有断烦恼啊，还没有破无明，那就还是不能了生死、出死法界。 啊，不能出力六道十法界。那么正国就不一样啦、啊，啊，正国啊，最低的国位啊，就是须陀梵果。啊，这个须陀梵呐、啊，是小乘出果。 这里讲的啊，先讲小乘啊，小乘的西陀洹、斯陀含、阿那汗、阿罗汉啊，斯陀汗是二国，阿那汗是三国。阿罗汉是四国。那么小乘最高的学位就是阿罗汉国。啊，正阿罗汉国。 啊，这是小城最高的果位。那么这个四果啊，当中还有四项，啊，如果比较详细讲，应该四果四项，啊，象就是方向这个象。啊，还没有证得虚陀黄果啊，那么这个已经向虚陀黄果这个目标，啊，这个时候啊，叫。 出果相，啊，须陀环果是出果，啊，出果相，相着出果，啊，但是还没有达到出果，啊，他这个过程呢、啊，出果相。那么正到西陀环果了，啊，就是出果了。那么西陀环是小乘第一个果位。 啊，必须断三界八十八品见惑。啊，八十八品。啊，身见,見、边见啊，见起见、借禁起见、邪见。啊，那么这个五种错误的见解，啊，分开有八十八事。 啊，第一个就是身见，啊，出国啊，虚陀完呢、啊、破身见，啊，不再执着这个身体是我了，啊，那么我们凡夫啊，总是执着我们这个身体是我，啊，这个见解啊很坚固，啊，执着这个身是我，那么实际上这个身。 不是我，啊，是我所有，啊，不是我，啊，但是我们总是执着他是我，啊，所以我们这个身呐、啊，那就很多很多感受了，很多苦受了，啊，执着这个身是我叫身见，啊，身见就是执着身体是我。 这个见解是错误的，啊，是不对的，啊，这个身不是我，是我所有的，不是我。那么边界就是两边，啊，一我们现在讲啊，对立的，啊，那么我们这个世间呐、啊。 很多问题都是从边界所产生的，啊，个人看法不一样，啊，有的执着这一边，有的执着那一边，啊，好像瞎子摸象一样啊，那个，那个，那个，每个人摸的部位不一样啊，他执着瞎子是，就执着大象，啊，摸到大腿说说说他大象像像柱子一样。 啊，摸到尾巴呢？大象像扫帚一样啊！这个每个人呢、啊，他摸的，一个局部的啊，他认为是全部的啊，就在一边呢、啊，只着在一边啊，看到这一边，没看到那一边啊，好像我们这个桌子有四四个角啊，有四边，你得看一边或者是看两边啊，其他两边都看不到。 啊，他只认为，他看到了一个局部。啊，好像这个这个十四讲表啊，李老师讲的啊，这个啊，前父前教啊，前啊，就是以前呐抬轿子，四个人，前面两个抬，后面两个，啊，那个坐轿子一坐上去呀、啊。 他只有看到前面两个，后面两个他没看到，所以他付钱只付两个。哎，他说只有两个人抬，我看到只有两个人呐、啊，啊，后面那那两个抬，但是我没看到啊，所以那两个不付钱，啊 <laughs>，所以教付全价啊。他坐轿子只付前面那两个人的价钱，那后面两个他没看到，他说没有，我只有看到两个。啊。 啊，他只看到一边，没有看到另外一边。那我们世间人呐、啊，往往这种见解太多了。啊，他执着一个边界，啊，那很很多问题都出来了。啊，很多矛盾、很多对立，也都是由此而生了。嗯、那么、啊、佛我给我们讲啊，都不对啊，啊，你执着这边，执着有也不对，执着空也不对。 啊，它只是一个局部的，它不是整体的啊。所以佛给我们讲啊，不能执着啊。那虚陀环呢，它边界也没有了啊，它也不会跟人家对立了啊。这个边界呢、啊，又叫偏见，偏在一边啊，偏见就是某人很偏见，这个成见很深啊啊，某人呐、啊。 很偏见啊，偏到一边去啊！把、啊、这个边见，我们凡夫啊都有那么第三个呢，见取见啊，这个见取见呐、啊，它是错误的知见呐、啊，它取取它错误的知见。 啊，他自己错误的知见，他认为是对的。啊，见取见。啊，取自己错误的知见。啊，这个像现在什么主义啦，他什么学术、学说啊，各方面的很多都是见取见。他的看法。 他对宇宙人生，他什么看法？他有什么看法？啊，很多错误的看法、知见，啊，这个知见就是他的认知，他的见解不对，啊，不对啊。佛佛总总包话叫邪知邪见啊，这个邪啊，就是好像这个竹竿立着啊，如果不偏呢、啊，就是正。 都偏这边，偏这边了，就斜到一边去了，就斜见。啊，这个见起见啊也是很麻烦的。啊，执着自己错误的知见，啊，认为是对的，很难给他改变。啊，第四种借境起见，啊。 这个戒啊，借鉴起见也是错误的知见，啊，错误的知见，他对这个戒的认知见解错了，啊，在古印度啊，有有一些修禅定的啊，古印度啊，在经典记载九十五种外道。 啊，外道就是心外求法的这些学派啊，我们呃外国人讲宗教啊，啊，他对宇宙人生的看法，那么他修学的理论方法啊，有九十五种。那么这个九十五种啊，佛都去参学过了，都参学过，那发现呢、啊，这些都不对。 啊，后来自己才去这个恒河边啊树下的去打坐啊，把过去十二年学的统统放下啊，啊，学的那些啊都叫知识啊，现在讲知识分子知识啊，放下之后呢，才大彻大悟啊。那么古印度修禅定的人多。 啊，特别是瑜伽这一派的，都能修禅定的。啊，这个不管哪一种宗教啊，都修定。那么定功啊，也不用说太深的定，有一定的定功啊，他就能看到六道轮回了。啊，最近的就是跟我们这个法界呀、啊。 现在科学叫时空维次，啊，佛佛佛经叫法界，啊，跟我们人道法界最精确的法界就是，我们现在眼睛可以看到的畜生道法界，啊，畜生道有一部分我们看到，有一部分我们看不到，啊，像那个龙我们就看不到了，啊，所以我们中国有句俗话讲啊，神龙见首不见尾啊，我们看到龙大概是寺庙啊。 那个龙柱啊，那个石头去雕的那个，我们看到的是那个，啊，但是呢，真龙我们没看到。他以前老上啊讲经啊，他以前讲过，啊，他说小时候他在建瓯念书，在福建建瓯，啊，那个地方我也去过，啊，在念小学啊，他有一天下午啊，好像夏天呐、啊，天黑了要下西北雨。 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要下西北雨，那个天上啊，就是乌云一片啊。他都看到有一个龙尾巴呢，从那个云端中漏下来。那乡下的人呢、啊，大家都哦，请大家赶快出来看呐、啊！说那个龙龙啊，被玉皇大帝大概犯了天条大罪，哈、啊，被玉皇大帝处罚，掉在那边呐、啊。 啊，掉在那边。他、啊、看到龙尾巴啊，他小时候的看到。啊，我们老上要讲啊，他也看过狐狸啊，在重庆啊看过狐狸啊，变成人形啊，穿人的衣服啊，他们住的那个房子啊，上面就是狐狸住的啊，但是那个脸没有变过来，还是狐狸的样子。 啊，他看过、啊、那到台湾来还看过飞碟啊，还看在石牌那看过飞碟。那么这些啊，他老人家讲的，我们是可以相信的啊，他真的他是看到了，他才会讲。 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啊，也是我们现在以前小时候常听我父母讲啊，很铁齿，很铁齿，就金剃剃啊，台台语啊，闽南语啊，说铁铁齿叫剃剃，不信神不信鬼的啦，叫铁齿啊。啊，所以楼上啊还有一本小册子，以前跟方东美教授学哲学，好像。 好像是哲学离册啊，一本小册子，我现在收在抽屉啊。他那本以前年轻还没有学佛的时候啊，写的就是无神论的。我打电话去问师傅，师傅啊，你现在都是讲这个护体那个护体，都讲鬼神，你以前写的这个怎么說不承认鬼神呢？”说那个不成熟，那个不成熟，收在抽屉也是叫收抽屉做参考。 我说,说：“那人家这样写的，以后拿着一本书，你写的。但那个时候他没有出家，写书名啊，徐业红啊。现在我放在五楼抽屉啊。哦，还印印了不少出来了。我说：‘师，大家印出来，你现在天天就讲附体了。你以前写这个都给人家说没有鬼神，你现在不是很矛盾吗？啊？啊？那么、啊、他学了佛之后啊，看到这些情况啊。” 哎，知道，哎，不是我们一般人讲的那样啊，啊，事实情况不是那样啊，也不是那么简单呐、啊，啊，不是你讲有就有，讲没有就没有，那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呐、啊，啊，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啊，啊，所以他这个看到、哦。 那么，古印度有修禅定，他看到的能见度就更多了，啊，他能看到天道去，啊，能看到天道。他的，我们一般说开的天眼，他能看到天道。那么，古印度一些外道呢，他修行啊，有一点定功了，他看到了，也看到了。 哎，那一条牛死了，怎么升天了？看到一条狗死的也升天了，他有看到牛死的升天，狗升天，啊，有看到这样的情况。那么他有看到这个情况呢，他就执着他看到这一部分，啊，执着他看到这一部分，那么他就认为啊。 那、啊、牛为什么会升天呢？啊，他是他平常是怎么修的啊？怎么会升天呢？哦，他来看牛在做什么？啊，牛在吃草啊，啊，牛在吃草啊，而、啊、且为人耕田呢、啊。哦，他是这样修就升天了。他人如果学他这个样子，那不能也升天了吗？啊，这个因果啊，他认为这个是。 吃草是因，升天是果，啊，啊，结果啊，有一派啊，就学吃牛戒，啊，你吃牛戒就是要学牛吃草，不能吃其他的，你才会升天。你想要升天呢、啊，你就要学牛吃草，叫吃牛戒。啊，那么有一派呢，狗吃粪，啊，他就学狗去吃，那狗也升天了、啊。 后来佛出现在世间，说：“你们这个不对的啊！他那个牛跟狗升天呐、啊，他不是这一生他修的，是他过去世啊，他有修过五戒十善啊。那在这个时候呢，他过去修的那个善因成熟，他这个脱离畜生生生到天道，不是吃草吃粪升天的，他搞错了。那搞错了呢，他就执着那个戒啊。” 那个叫戒禁起见，禁就是禁止的啊！你要遵守这个，你才能升天。你要升天嘛，你要升天就要这样啊！现在有很多那种宗教啊，有很多的错误的看法啊，它有它的规定，宗教式的教条啊，宗教宗教式的教条啊规定的。那么叫戒禁起见，他举出两个例子，那其他就太多了。 啊，我听说在美国啊，在政府那边登记有几千种宗教，真的几千几千个宗教，宗教现在不是五大宗教，哦，你要去搞一个也可以啊，但是那个是错误的，借鉴期间。那么佛的戒呢，它不是宗教式的教条啊，它不是宗教式的教条。 啊，这一点我们要搞清楚。啊，不是用这个戒来控制人、来约束的，不是的。那佛不会去控制人，也不会去约束人。啊，他是教学。啊，你要脱离生死，那你一定要把。 造成生死真正的原因找到，啊，把这个因呐、啊、去掉，那你就没有生死了啊。所以讲四圣地十二因缘、苦集灭道，灭道啊是因果啊，苦集也是因果，苦是果，集是因啊，灭是果，道是因啊。你要修道才能灭烦恼，灭生死。 啊，你苦是从集来的，啊，这个集是集合的集，就烦恼聚集啊所生的一个现象。那么，必须啊找到真正的原因，你才能解决问题啊。真正原因找不到啊，你那个问题好像病生病啊，病因没找到啊，那治的都治的不对，你那个病啊。 怎么治也治不好，啊，这个道理是一样。啊，借镜起见呢、啊，是错误的一个事件那么最后一种是邪见啊，邪见是包括所有错误的见解啊，因为那个错误的见解太多了，说不尽的。啊，现在呢，每个写个书啊出来，那个见解都都是不对的，都是不对的。 啊，不管他书读的再高，啊，得到什么博士学位，什么几几个国家的博士，之见都是不对的。啊，所以佛教我们呢、啊，依法不依人啊，啊，我们修学的知见呢，才不致有错误。啊，不能因为啊，某某法师、某某大德啊，他的名望很高。 啊，学位很高，啊，以为他讲的都是对的，啊，其实他讲的都是不对的，啊 <coughs>，不要说讲到佛法啊，讲到一个传统文化，这些学者都是错误的，啊，都是错误的，啊，很简单的事情跟他讲的很复杂。 啊，所以那个孔子七十九代孙呐、啊，孔垂长那个孔德成先生往生呐、啊，今年五周年呐、啊。啊，我也接受邀请去参加，然后参加参加那个纪念会啊。 也请马总统去了啊，去演讲啊。马总统，我觉得他大概比较适合教书啊，他蛮会讲课的啊，听他讲了半个小时啊，后来第二天呢、啊，是在中央研究院啊办一个呃论坛，我就不去了啊。我叫我大哥那个二儿子，啊、我叫金昌去，我说你去看他们在讲什么。 啊，后来他他他,他去去听了我说你代表去，那个我不去啊，啊，他讲一些博士啦、教授啦、中央研究院的。那我侄子回来给我讲啊，他说那些人呐、啊，语无伦次，啊，我说语无伦次，他那个很简单的事情，根本讲的一塌糊涂，听都听不懂。我说这个是我意料中的事情，所以才叫你去啊，我不去啊。 啊，那些人啊，学的外国人那些那一套啊，真的很简单的事情被他搞得就很复杂啊。所以那些都是见解上偏差错误，啊，圣贤之道没有那么复杂，也没有那么麻烦。那么我们要正这个果位啊，啊，就是要知道那个修因。 莲池大师啊，在《竹窗随笔》啊，建议我们要读四十二章经，佛弟子要读四十二章经啊。四十二章经是、呃，印度佛教传到中国翻译第一部经典啊，在河南洛阳白马寺翻译的。啊，你看了四十二章经啊，你就会感觉啊，这个正果啊，跟我们就很贴近了，啊,啊，他很。 直截了当啊，给我们讲的很清楚，很简单的文字，讲的很清楚。啊，真的依教奉行啊，啊，要正果是可以达到的，啊，所以佛教传到中国来之后，从汉朝一直到现在啊，在过去的时代啊，真的也有不少正果的，啊，大彻大悟的啊。 那么须陀梵果啊，在四十章经，佛给我们讲啊，天上人间呐、啊，七次往返，他就证阿罗汉，证得虚陀洹果啊，在三不退里面啊，叫位不退，啊，就是太不是凡夫了，啊，虽然他还没有了生死，还没有出离六道轮回。 但是呢，他在人天两道决定不堕三恶道啊，所以在人道、天道七次往返，那么他就正阿罗汉。所以正德西陀汗国啊，在这个圣人的果位来讲是最小的，叫小小果啊，但是小小果啊。 我们不要看小小果啊，我们都没办法证得啊！啊，我们不是这一生才修行啊，生生世世啊，修了很久了啊！《无量寿经》佛给我们讲啊，我们能够听到《无量寿经》，能够念阿弥陀佛，发愿求生净土。 啊，这个不是在一佛、二佛、三佛、四佛那里种善根了，已经在无量诸佛那里种了善根了。今天你碰到，你才会相信。啊，没有这么深厚的善根呢，他碰到了，他也不会相信。那么，这说明我们学佛啊，生生世世学佛修很久了。 那生生世世都在修，啊，每生每世都遇到佛啊，都供养佛啊，无量劫来啊，修了这么久，那现在还是凡夫一个，还在六道里面啊。我们修行啊，从来没有一次证得虚陀洹，啊，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修行啊，每一次的修行。 都不及格了，啊，都没有达到西陀环这个标准，啊，如果我们有一次修行正西陀环果了，今天我们就不会坐在这里了，啊，哦，这好像、啊、早就正阿罗汉了，因为天上人间七次往返了正阿罗汉果嘛，那么这个。 就是告诉我们呢、啊，他得到胃不退，他就不会再退到凡夫这个位置了。啊，他只有往上提升，不会再往下退啊。所以在三不退里面呢、啊，它叫做胃不退。啊，胃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它是胃不退。那么、啊，如果正得西头盘了，传正同居于土这一关呢、啊，我们就可以突破了。 那么，偶遇大师啊，在《弥陀经要解》给我们讲啊，这一关最难突破啊！你要破这个八十八品见惑很难破啊！你知道错了，但是你那个执着就,就是放不下啊，那个烦恼就是放不下啊。知道是觉悟，你你放不下，只有觉悟啊！你放下了才叫正悟。 那才能正果啊！那放不下来不行啊！大部分呢，我们都停留在解悟，没有正悟，没有正就没放下这个烦恼啊！所以不能脱离六道啊！所以，偶遇大师在《弥陀经要解》给我们讲啊，同居这一关最难突破啊！这一关如果突破了，我们都会一直向上提升，只是时间的问题。 这关突破不了啊！正德虚陀环它出离六道就能一起了，最长七次啊，根气比较利的可能不用这么长。那么我们在这个六道里面生死轮回修行，没有正德虚陀环果，我们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啊，没有限期的，没有期限啊，被判无期徒刑。 我们在六道是无起处。啊 <laughs>，你不管修学大乘小乘啊，那个大乘言教啊，叫出信位，他断证的功夫跟小乘须陀完是相等，但是智慧道力不一样。啊，大乘言教那小大乘言教出信那个小乘出国断证的功夫一样。 但是智慧不一样啊，小乘无法跟大乘言教初行为菩萨相比，不能相提并论了。啊。所以同居这一关最难突破啊，这一关如果突破，我们了生死就能一起啦。啊，出国证不到，就遥遥无期呀、啊。那么我们想一想啊，我们这一生能不能证得出国啊？你看修哪一个法门，大乘小乘得自己挑。 难呐、啊，不容易，真不容易。特别让末法时期、啊，更更困难啊。那么还好啊，我们很有福报啊，遇到净土法门啊，可以待业往生啊。这个八十八品经络，一品烦恼没断，也可以超越六道。不但超越六道，还同时超越十法界啊。只要记住啊，信、念、行。 念佛就能带业往生，往生就横超三界了，啊，这个法门啊，实在是太不可思议啊！好，今天时间到了啊，这个一段了、啊，我们明天晚上再继续来学习，啊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啊，我们来念佛回向，啊，明天晚上见，阿弥陀佛。